好，我们再来关心女大生蓝可儿的尸体，虽然已经被发现了，不过整个案子似乎还是疑点重重哦。那么现在呢，还有媒体回到了饭店里头，重回现场，发现当时的情况相当诡异，因为就在蓝可儿住的14楼里面，依照动线来看，到底蓝可儿跑到哪里去了呢？因为只有一个警报器的逃生门，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客房，蓝可儿怎么会凭空消失不见呢？现在警方也推断，很有可能水塔并不是犯案的第一命案现场。魂断恶名昭彰的塞西尔酒店，蓝可儿生前最后搭电梯卡在神秘14楼，破解灵异传闻，原来蓝可儿按到了延长开门键。比对塞西尔电梯面板，有3排21个按钮。蓝可儿进电梯后，按下中间排10、7、4楼跟餐厅地下楼按键。最后按下的是 door hold 延长开门键。整段影片蓝可儿至少按了延长键2、3次，可以解释电梯门为什么开了2分多钟一动也不动。蓝可儿在1月31号失踪，验尸官研判死亡时间是2月1号。诡异的是，20号被发现沉尸水塔之前，14号水塔才做过检测，显示水质没有异状。以为蓝可儿是在15号到19号之间被弃尸水塔，也就是歹徒至少刻意藏匿尸体半个多月。另外，从平面图看来，蓝可儿当时是从电梯左侧离开，不是进了其中一间客房，就是上安全梯，疑似通往沉尸水塔所在的顶楼。被弃尸水塔显然不是第一现场，那第一现场在哪里？尸体又怎么藏？指向饭店员工设有重嫌。警方推断，员工持有蓝可儿房间钥匙，能自由进出，也能通过顶楼的门禁管制，又不触动警铃。加上弃尸时间点巧妙避过水塔检测，一一清查饭店人员之后，已经锁定一名男性员工。验尸官也透露，蓝可儿没有外伤，很可能被酒精或者毒品所害致死，也能解释他在电梯中最后影像肢体扭曲跟诡异的行为。不过接下来法医将进行遗体毒理学检测，是否被下药灌酒至少要1个半月才有答案。三立新闻综合报道。好，虽然现在美国警方是把这个凶嫌的矛头指向了一名饭店的员工，说他涉嫌重大，不过网友可不这么看哦，因为网友现在说很有可能就是美国这个摇滚乐团的暗黑王朝主唱他所犯下的罪行。因为我们来看，真的是蛮巧的，因为这个主唱呢日前在网络留言暗示自己杀人，还曾经入住在这间塞西尔饭店，尤其呢他2年前拍过的 MV 还模仿黑色大礼花里面的被害人，也就是恐怖的裂嘴小丑造型。好，到底他是不是杀人凶手呢？今天主唱直接发出声明稿否认杀人。把脸涂成惨白色，造型跟 MV 都走阴森恐怖路线。美国摇滚乐团暗黑王朝主唱 Morbid 信奉撒旦，作品围绕在尸体跟死亡，现在被认为是杀害蓝可儿的凶手。网友发现 Morbid 在脸书留言出现中国在寒冷深海等字眼，指的就是华裔沉尸水塔的蓝可儿。上个星期网站也暗示自己在塞西尔饭店杀人，更被查出去年底入住塞西尔饭店，种种线索被网友直指为杀人凶手。原本 Morbid 还不在乎，脸书笑说自己成了杀人犯，被害人叫做蓝可儿。眼看事情越闹越大，才赶紧发声明强调自己绝对没杀人。网友肉搜也发现，疑似蓝可儿的部落格在失踪前4天写说，今晚要出去，希望不会再遇到意大利裔跟墨西哥裔的跟踪狂。从自拍照袖口露出的衬衫比对警方公布的协寻照是同一件上衣，研判就是蓝可儿没错，显示确实遭到不明人士跟踪。另外，香港也有网友成立脸书专版协助侦查蓝可儿命案，有网友建议应该从灵异的塞西尔酒店背景跟邪教组织下手调查。还有人眼尖，发现蓝可儿沉尸水塔附近有涂鸦，分析饭店人员负责清洁，涂鸦可能性很低，因此很可能有流氓混混上过顶楼。网友推敲考究，抽丝剥茧，蓝可儿案的悬疑离奇俨然带动全球网友办案。三立新闻综合报道。不过在美国最有名的鬼饭店倒不是塞西尔饭店，而是位在加州的罗斯福饭店。好，很多房客都说在里面有看过白影，而且看到的还是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为什么呢？因为其中的229号房就是梦露的专属房间。I wanna be loved by you, just you, nobody else but you.
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一举一动连嗓音都令人销魂，即使香消玉殒，留下的传说依旧让人神往。 She's not just the celebrities, but there's a magic here. 坐落于洛杉矶好莱坞的罗斯福饭店是第一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场地，不仅名流云集，更是梦露的最爱。 She particularly loved this hotel because the very first money she ever made in Hollywood was for posing for a suntan commercial on the diving board of our pool.梦露生前对罗斯福饭店情有独钟，在游泳池畔拍下的清凉照让她名利双收，但没想到专属的229号房在梦露逝世后开始出现异状。 A member of the hotel staff was cleaning a mirror one day when she noticed the reflection of a blonde woman. But when she turned to speak to the woman, there was no one there.风情万种的梦露最爱揽镜自照，旅客想睹物思人，却赫然瞥见金发尤物的身影，而且诡异的还不止一桩。I say that the television turns itself off and on, the water faucets in the sink turn themselves off and on. Room 229, Marilyn Monroe was known to have stayed there.因为眷恋美好时光，梦露死后鬼魂人徘徊不去，传言甚嚣尘上，就连梦露粉丝重回229号房都出现神秘现象。A little dark, so I'm going to turn that one on. 一句英文的 help 气若游丝，就像是梦露发出最后的呼唤，也徒留世人怜惜。三立新闻，金淑慧报道。